上翻直線，第三。 攻防轉換，砸板，諗調動嘅氣氛嘅。咁就算而家見到唔係佢哋嘅主場，但係佢哋嘅人數同埋佢哋嘅歡呼聲咧，真係會俾球員啊帶嚟好勁嘅一個情緒嘅調動啦。能力嘅下滑咗嘅。咁啊，而呢個時候嘅林丹啦，其實喺攻防能力上面咧，可以話已經係有一個嘅優勢啊，同杜菲克相比。 咁啊，攻防能力林丹啦系优于对手，咁但系所以其实两个人嘅交锋咧都系一种可以话针锋相对咧咁嘅一个技术风格嘅机会。3比4，林丹发球，上翻直线，第三板就会好容易落入咗对方个节奏当中。 打得好耐心啊！呢边救，变成咗对方嘅得分。下一板突击，防到落嚟。杜菲克进攻，杀直线，比较长啊。 双方嘅攻防转换节奏好快，同埋自己嘅技术特点优势，好高质量嘅放网啊！咁佢都唔急住攻啊，而家杜比克唔系话出绝对嘅机会咧，要求质量唔高啊！ 反手殺球，連續三板都防到落嚟，杜比克壓多啲多拍嘅，先拉開，因為其實對方穩定性亦都唔係話可以keep得唔高，呢一邊咧亦都係回咗中場球，杜比克進攻咧就唔係話真係重殺嗰一板，直接翻後場有機會。 打板直線，杜比克防到呢個長射球啦，可能就唔會話太尖，但係直。睇下林丹可唔可以揸住機會，回球質量好高啊！ 最尾都冇放，如果放咗一个好球嚟嘅。杜比克喺接球嘅时候咧，有啲唔系太适应变化。 边啊！拉网，继续放网前出界，睇下佢喺网前嗰个嘅手上功夫嘅，逃飞一发球。
錯網。幾後場，杜菲克啦，輕輕嘅一個劈掉，結果球波。拉掉，輕輕擋擋網，殺個追身，跟住上嚟，杜菲克都能夠防到。8-5，杜菲克拍球，兩個網，林丹拍球。轻掉一板，回咗个半场球啊！杀掉杰克，错拍，俾翻到比较后场，都系唔杀。繼續耐心等待機會啊！回翻起球，攻防轉換，殺一板，立，作即係想挫翻一個咧對方嘅正手。真的會俾即係作客嘅球員啦，有一個好大嘅壓力啊！林丹，你想加快節奏，因為唔可以一直俾杜。但比較追身結合步嘅，即係兩位球員中間嘅嗰個結合步。十一板掉翻板，杜菲克嘅防守質量好高啊！啱見到噶啦，亦都係即係令到呢球波對方係更加難去判。佢絕對係唔希望打第三局噶嘛。而家佢係比分落後，所以處於一個要拼嘅角色，虛谷下自己。十一板直線，到林丹，睇下可唔可以調整翻啊？仲有三分領先，追剩兩分。19-16，林丹領先。幾下嘅攻防轉換啊，真係好高。幾下攻防轉換。等。Taufik。
18-20。兩個人呢幾拍嘅過渡啊，質素好高嘅。推一板，反手嘅下壓，都主動進攻噶啦。成功撲到啊！順利攞得呢一分，22-20。